啊，这个温热器吼，遐尼啊好用，我实在正讲，我阁真浅啊，无啥会通。不过我要请教你啊，譬如讲，像我有当时阿妈讲肩酸痛，伊就是讲我腰嘛定来酸痛嘞。哦，啊，这是要安怎来治疗？哦，这本身来讲吼，这唔用治疗的，吼、哦，这吼就讲咱经络不通，咱较寒，体质较寒，吼、哦。咱经络会酸痛，腰会酸，啊，这得爱特别注意。哦，啊，无即款来讲，若有血压的问题吼，啊，温度无够，受过冷，啊，会产生中风。安尼哦。诶，啊，无你紧甲介绍咧，好无？哦，啊，这一般来讲，咱若老人吼，有年纪的人，哎，循环较歹的人吼，毋是干那会酸痛，惊中风尔。哦，迄有时啊吼，食个起来放药。哦，一暝起来七八遍、五六遍。足歹势，我嘛安尼。哎呀，那安尼我今日甲你讲，哎，卡电我甲你教你安怎用，好，好你用了你就感觉哇，足神奇的，安尼哦，三五天你就感觉哇，会当一滚到天光，太棒了，啊，啊你千万不要开小小病讲，阿妈滚几天的时阵哦，啊这用的是肺络会通，哦，是这样的，对，哎，啊其他个什么？诶，你这款较好诶。哦，这样、哦，来我甲你讲吼，确定我教你安怎用。嗯，好、哦。因为比如讲啊，阿妈过生日要怎用？嗯，哦，阿会讲啊，盖到老人扫啦，用这个健康好扫啦。扫啦，有效哦。诶，足好用诶。哎呦。不管是感冒的扫、过敏的扫、啊老人的扫，好半暝啊，健康扫，啊囡仔嘛小干，嘿，足好用，好用。哎，伊讲哦。咱若即个烧会烧过烧会烫着袂？哦，袂啦，因为这吼，这个物件吼足特殊，咱爱温度较悬，甲调较悬，吼，即有安全的这个设计，吼，温度会当调节。嘿，因为咱若困起的时阵吼，咱若咧温度较低起咧，有阵困较着袂起，唔知影去烫着。啊对，嘿，啊所以讲咱这个物件唔免烦恼会烫着。哇，这是一个安全的开关。哦，这是哦，咱来讲，讲设定四个耳朵，伊就四个耳朵。哦，你袂讲记着，伊会走，伊会真悬。袂，除非咱讲咱讲要家己耳朵较悬的。哎，哦，四个耳朵甲会当开到47度。哦，啊，47度，咱你困着好用。47度伤悬啦。啊，47度吼，挂落去吼，等到你跑步啊，确定就会流汗，规身骨会流汗。哎，啊，四个耳朵袂流汗。安尼吼，对老大人上解好，平常出去运动的人。对对对对。人讲诶，这若甲挂起哩吼，就等于你慢跑啊。对啊。嘿。嘿。偌好用诶，你。迄边个人上好用啊。啊。我唔想，亲像我有当时，阮学生新闻人讲，妈咪啊，人就出来行行，人讲好，好唔好啊？拢变大。嗯。哎，啊，这个上好用啊。哦，这个来，你甲你讲吼，搁较神奇。嗯。咱脚啊，起起准啊。嗯。啊，脚顶起起啊。嗯。这个坑内个大哩吼。嗯。啊，叫干泡脚。干泡脚在打。可以这样吗？足好用的，哦，足神奇的。即摆听恁老师讲这代志哦，我感觉我足好奇的呢。我嘛用讲，我代替所有有血人的人哦，要用这個多功能温热器来给恁老师说多下。这个家里的多功能温热器实在是非常赞，我即摆要去了，温老师赶紧来给我处罚。恁大家期待哦，我老刚好，你就这样好。实在有够棒哦！吼，我想叫老师来做看卖。好来，咱两个酸痛的人吼，血络循环慢，要安怎用吼？我来示范一下，吼，啊，这个挂起哩，吼，哇，一个甲坑，咱的大椎所在，啊，这个坑内底，一个坑内底，哦，吼，啊，咧坑内，咱行动往西，运动，啊，咱唔免其他事情个一大堆。小小嘞，嗯，哇，好棒哦！嘿，啊，我来要装腰嘞。哦，腰来，我甲你讲，来，啊，不你起来起来，好来，好。咱小讲，这条呢，三粒，三粒，八个，八个三外口吗？来，放内底，来，你不要紧，你从来你不要紧啊。啊，你个八个吼，来，咱一条去后边，吼，啊，两个是头前车，嘿，啊，你个用咧安尼，吼，啊，三五千个，无拢无人看，哦，就是有人看，讲我做无人看，我看到了去啦，啊，啊，可是有影咧，嗯，稳小小小咧，对哇，所以讲哦，你看我。你哥我是北京，是韩国，零下十几度，我嘛穿安。有影哦。啊，但我身躯内底更足实了。哎呦，嘿。啊，很棒嘞！啊，你都换衫，唔免坐领了嘞。我即马嘛拢加迄个吼凉被，我规日通你拢加凉被，因为我咧困嘛是较怕咧困。
真的好棒呢！所以讲呢，安尼甲挂起，甲拔起，好，你看我，你敢看会出来？安尼看拢看袂出来。哎，好呢。对呀，啊，像我呢。你安尼看，你嘛相共，吼，拢看袂出来。好，你家，你们拢唔知讲我藏几粒，对不对？哦。所以讲吼，较寒，你着穿安尼，足水的。嗯。唔免咱穿安那阿不得吼。哦，鞋安尼穿一大堆，搁二二尊，脚手拎二二，咱若安尼甲挂起，拔起，穿起来，无人知影。是啊。哎。所以讲，这个物件真的好棒哦。赞。嘉利德多功能温热器，予你疗伤未够的功能。安尼哦。足神奇的。啊，来，安怎神奇？哦，这当下当作不当。嘿，咱个面头摇摇吼，该乌的乌到白，哈哈哈！讲笑甭讲笑，你试看嘛咧吼。比如讲咧，咱会当，会当咱这个吼，脸下垂哦，会当往上拉。哦，拉提。咱若这吼有摇魂咧，你安个温热吼，可以循环好，咱的摇魂嘛较无。哎呀，啊，佫唔是安尼了哦。哦，咱来你手给我，咱这手呢，这个角度。这是特殊设计的，这有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呢，就是按摩咱的手指头，每一支手指头拢给按摩，嘿，哦，小小给按摩，哦，安尼给那个刮痧呢，哦，按摩了，不是安尼了，对，只安尼规个敲敲嘞，哦，可以当安尼，过来，这个角度会当点穴，哦，咱讲诶，这个合谷啊，离袂掉，安尼个点着就对啊，哦，啊，过来，不是安尼了，可以当他做刮痧。哦，安尼可以当个刮痧，这个角度有处理过，嘿，哦，所以一切不会刮伤，哦，这足方便的。过来，这角度安尼给推按摩，哦，推拿外好用的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伊这是多功能，哦，温度会当给你调。这么神奇的物件，朋友，足神奇的呢，我感动到要流目屎啦！林老师，感谢你呢，哇，朋友。你无用袂用的啦，一定爱用的，尤其是咱这年岁哦，哇，好舒服哦，会变年轻哦。老师，你困的时阵啊，俺提手会袂拉紧，我煞不相信。啊，我困的时阵只要不拉紧。来，我给你教。好来，咱来拍一个结咧，吼，七个寸的，安尼个中过来。哦，洗一日啦。所以，安那个甩就甩不掉，啊，所以困，唔免烦你拉紧。哎，所以讲呢，安尼困。你睏入去，别个拢袂落去，所以整个晚上温热，哦，这足爽快。好来，多功能温热器可以当做干泡脚，哈，干泡脚，随时好你想要浸脚，你就甲浸脚，哈，啊，这唔免用水的，来，那个坑，那个坑，那个大鱼，嘿，安尼大，你规身躯拢袂寒，这就你泡脚，啊，所以讲这上心灵的干泡脚，哇，你随时伫车顶咧泡脚。你房间要泡脚，所有办公舒服哦，都会使。真紧的呢，这一组哦，多功能温热器，贵心关到头，连脚嘛就舒服的啦。嘉利德新一代智慧型多功能温热器有独家专利技术与国家认证，投保2000万产品责任险，更有四大安全保证：一、无电磁波顾虑；二、耐摔不易损坏；三、恒温装置42到47度；四、四层安全短路保护；充保自动断电装置。台湾设计，品质安全有保证。很多女生都跟我有一样的困扰，像是手脚冰冷、筋痛，或者是排便不顺这样的状况。想要请教林老师，嘉利德多功能温热器是什么样的原理，可以改善这样子的女人病呢？啊，一般来讲的话，啊，会经痛，会排便不顺，大部分都是因为寒所造成，啊，蠕动不良，所以呢，只要一温热，让它蠕动，一般就可以改善。哇哦，不用打针，不用吃药，就可以舒缓这么样多的女生的状况。嘉利德多功能温热器真的是辅助健康的好产品。嘉利德新一代智慧型多功能温热器，投保2000万产品责任险及多重认证，为市面上真正安全的健康保温商品。嘉利德新一代智慧型多功能温热器配有充电插头、传输线、专用布条，操作容易，轻巧携带方便。各位乡亲好朋友啊，我今麦要来介绍哈这个嘉利德温热器哈，这个伟大产品的研发者，就是咱的林春福
林老师，林老师你好。林老师你好。你好，林老师啊，我相信有很多婆婆妈妈跟我一样一定很感谢你啦，因为他们平常做家事啦哈，还是讲吼，为少年吼操干劳吼，也是有很多那个肩颈酸痛啊、腰酸背痛这一方面的问题哈。你发明了这个伟大的产品哦，让他们改善很多哈。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想要请教你啦哈。像我的本身体质除了两倍以外啦哈，我也是属于算是应该是过敏性的体质，所以呢，我在气管方面也是很不好，尤其是在晚上在困的时阵都会夜咳哈。像因为我想说这个原理应该是有点差不多哈。像我因为我晚上睡觉我都要戴那个护，等于是保护我这个气管这个地方的那个护套这样睡觉，因为就是要保持让它温度嘛哈。对。那我想说这个既然是这个也是有温度的产品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用它来放在我们这个保护这个脖子这个地方，来改善我们这个过敏性体质这个气管方面的问题？对。一般来讲我发明这个东西是因为现代人找不到好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我在研发这个东西呢之前，我就研究温热，温热疗法研究30年。30年。对，所以呢，因为研究这么久，但找不到一个好的东西，适合的东西，是，所以因为这样我才来研发这个东西。这就是你当初研发这个产品的动机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世界各国的演讲是那因为很多这个来听众呢，他说老师你演讲得很好，但我们找不到好的东西。是啊，所以因为这样没办法，所以呢我才去研发。原来是这个。对，但是研发呢，因为研发包括说做实验临床，效果真的是不可思议。效果是不可思议。对，这个我认同，因为我已经使用过了。对，是，所以说老师，就是我刚刚提的那样的问题我想说原理差不多，温热嘛，你刚刚说是温热疗法，对不对哈？那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改善我们气管这一方面的问题？可以，可以哈。那怎么来使用？如果比如说鼻子过敏，是鼻子过敏是没有什么特效药的。对呀，每天早上起来一直哈啾哈啾，这个我因为台湾的气候潮湿80%人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。那这方面就是跟我们饮食有关系。是啊，比较喝冰水，对，缺冷气，是，然后缺少流汗，这个就是现代的文明病哦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研究的东西，第一个要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很安全，很安全，很方便，很方便。对，对呀，因为现代人太忙碌了，不吸干要用很多的那个什么疗程这一种的对，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我用过，我知道它真的是很简单，很方便，也很安全。对对，那怎么来使用呢？如果改善这边的话，如果说现在有比如说感冒咳嗽是啊，那你如果已经吃药吃没有，一直吃都没办法好，是，那你不妨试试看。是哦，你如果刚感冒的时候，也不用急着马上看医生，你可以先用了，用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，我怎么感觉已经不咳嗽了？是啊，喉咙痛，喉咙痒痒的，用了以后，怎么改善了？是哦，那这一个呢，要怎么用是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的观念错误了，是，那么比如手脚冰冷，就握个手，是，那个就是我们要讲的，这是治标不治本。手脚冰冷握在手上是没有办法，治标不治本。治标不治本啊，治本就是改善你体内的环境，如果你身体温暖了，是，手脚就不会冰冷。是啊，那不是要放在哪里呢？很简单，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放在丹田跟命门。所以是放在这个部位。对对，哎呦，你不乖啦！我都是手脚冰冷我使用错误。我是讲我的脚冰冰，你知不？我都改放在脚家啦。但是也是有用啊。可是就像你讲的，治标不治本哦。对。所以真正的正确的使用方法都是爱坑叠让这个穴道的部位对。原来是这样。还有呢？还有最主要就是说。大家只说我握一个好不好？我放一个有没有效？不好意思，因为要改善体质是要调节我们的身体，那一定温度要够，温度要够啊，温度要够，不是只有很烫很烫，不是温度，所以同时要几个穴道，几个部位同时去把它补充热能。
哦，那这样才能真正的改善。是，不怪我嘛，在困的时阵我拢提一支吼，放在手安尼吼，就这样放在胸口上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蛮温暖的啊。但是这样是还是不够的啦哈，对，暂时性的温暖啦哈，还是要治本就对了哈，就是同时要使用。就是因为这个产品设计就是一组嘛，哈，一组里面这样子同时去使用就对了，是吗？啊，对。那一组呢，如果体质很寒的人，是可能一组也不够。对。哦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身体很不好的，生了很多重病的、慢性病的，是，包括洗肾患者，包括癌症，是啊。他呢，用暖暖包不够，是。结果后来呢，朋友介绍他，来，你带几个，手又带几个，是。他说哇，从此以后改变了一个人生。哦，要不然洗肾洗到手脚很冰了，是是是。那咳嗽呢，有的咳到气喘，是啊。那这个最简单，是只要你放上去不到10分钟、20分钟，立竿见影。立竿见影，好朋友啊，哇，哎，好像很有道理呢哈。我们一定要赶快请林春佛老师来教我们，看怎么样来使用这个佳丽的温热器来改善我们过敏性的体质，还有感冒的症状。因为天气一冷，哇，你看那个诊所里面满满的都是来看感冒的，看是怎么样能够治标又治本啊。老师快点快点快点，我们教一下，看是要怎么使用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示范正确的一个温热器的一个使用方式啊，包括说感冒、喉咙痛、过敏啊，这一些都可以用这个温热的部位就可以快速的一个改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把温热器放在这一个袋子里面啊，那分成三等份，我们就直接就像挂项链一样把它挂上去。啊，这个项链不错哦，会带来健康哦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样放了以后啊，一个放在咽喉下面，两个放在我们的膏肓溃疡的地方啊。那这样的方式，衣服穿起来。那我们第一个不影响我们的工作，随时补充我们的热能，因为感冒、气喘啊、过敏，这些都是热能不足啊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应用就可以很快的达到那个效果啊。它不是药，也没有副作用啊，这个可以好好的使用啊。任何人，尤其你在家里啊，不管是过敏也好，临时感冒了也好，出外了也好，只要你喉咙不舒服啊。鼻子过敏，你就马上把它挂上去。那这个不是等你有问题的时候才挂，平常就要保养。平常就要保养。是。但是呢，如果是平常保养，就比较简单，就放在丹田跟命门就好了。是哦。对。哎，这个不错呢。像咱哈冬天的时候，不是出门都会带一条围巾吗？哎，这个比围巾还好用哎，保暖的效果比那个围巾还要好哎。好，老师赶紧帮我示范。你说那个什么这边的穴道是不是啊？对，治本的那个穴道，这个、比较治本的穴道哈。那我再拿一组。好哇，真的暖暖的耶，整个感觉都还能小乎乎呢。我感觉。哎，对，我们呢现在要来示范哈，我们丹田的部位，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基本的。好，来，我们麻烦你站起来。站起来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呢就是这样绑起来以后，好。绑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移到肚脐的，是肚脐下面的地方。那衣服穿起来，盖上去，没有人知道。对，所以呢，健康带着走，随时享受阳光般的温暖幸福。是啊，真的。然后后面呢，一个就是放在我们的肚脐的正后方。有，这边叫做这个命门。哦，这个是命门哦。对，这个叫生命之门，叫命门。是，我现在戴这个的感觉，好像说我们去给人家按摩热敷吧，哈。对。嘿，它整个这样子从这边这样开始这样热，哎，整个身体感觉上从下要热到上面来了。人家说会排汗就是排毒，对吧？对。哇，就这个原理，哎呦。所以，戴上去哈，等于你在慢跑了。哦，是哦。所以你的循环就快了。安内吼，这个算是懒人的运动方法的丢啊哈。也可以这么说。是啊，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戴了之后，感觉慢慢的开始有在冒汗的感觉呢哈。哎，礼拜呢。而且温度可以调整的。温度哦。对。哦，是哦。你如果觉得说不够热，你可以调整高温一点。是是。你觉得太热，你可以调整低温一点。对啊，每个人承受的温度都不同哈。对。可以随着你自己哈。你最觉得需要。哇。
这么好的产品哎，好朋友啊，当公哦，好东西哦，要跟好朋友分享，你一定要赶快去买一组来试用看看呐、啊！哎，玉子跟你挂保证，真的很有效果，很好用哇！你看看上面跟下面哦，都热起来了啦，没运动哦就可以健康，可以排毒呢。专利型设计还附有手电筒装置，让您在运动或行走中更加安全。即可充当手机行动电源使用的贴心设计，佳力德新一代智慧型多功能温热器是真正生活上健康的好帮手。大家好，我是吉马大新唱片陈辉祥，30年来感谢大家对我贡献歌星甘薇的骄傲，张亚文唱出的人，还有凤飞飞心肝宝贝，还有轰动全世界叶启田的爱乐正的支持啊，小弟今日是安怎来骑一只，甲大家见面的，因为我要甲大家介绍一个吼，非常棒的产品啦，吼啊，要叫我人共介绍产品吼，其实也无讲我家己亲自用过，啊，真正足赞的，吼，佮用钱跳到我平台，要叫我来介绍都无可能啦。我拄啊熟悉一个啊，即林春虎老师，爱介绍我佮我一种吼啊，佳力德的。哦，温热器，啊，我用了感觉非常赞。啊，有一句话咧讲讲，好东西吼、哦、要跟好朋友分享。我是出于这样的心情，啊，来遮甲大家做介绍。因为这个温热器吼、哦，足特别的，伊就是一支敢若手机啊。啊，然后你对呾酸痛，你就甲放对呾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腰酸，你就甲放遮，啊，就自然袂酸。啊，佫一个足神奇的吼。哦就是讲吼，我今日要拿出来给伊倒推荐，就是因为暗时吼，我即摆拢放伫遮肚脐下骹，啊，放肚脐下骹是安怎？因为咱年岁济人吼，即、這个下骹即循环较慢，吼啊，肾功能就会较慢，因为较袂充血嘛，吼啊，所以讲伊若放伫遮吼，暗时真正升高起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我就是用了，感觉哦，那遮神奇，会使代替威尔刚啊。所以讲，吼、哦，歹势吼，我讲的较粗吼，但是吼、哦，这真正好，真正好啊。所以讲，我也希望讲，大家吼、哦，甲用看卖，看我陈辉祥讲的有影无？我阁特别要甲大家介绍吼、哦，这个温热器吼、哦，对这个频尿的人帮助上大，因为啊，咱若暗时爱爬起4-5摆吼，真正用伫肚脐下骹吼。真正一暝，甲天光拢免白来，吼，非常的赞，因为伊这就是帮助你循环好，啊，循环好，各项就好，吼，所以讲连频尿都有帮助，吼，唔是讲对肾功能讲有帮助的，对频尿帮助上大，吼，所以讲会当互你安尼困甲真入眠，我每暗吼拢是吼夹一块一只，吼，啊夹一块伫肚脐下骹吼，就会增加这个血流速。啊，血流速自然暗时咧困，对，充血。啊，所以讲，隔一个8点钟一只，暗时咧困拢升高起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足神奇。啊，我嘛搁隔一个一只，吼、哦，隔一个一只，吼、哦，这个隔一只的时阵，暗时吼咧困，我拢甲隔的，规天拢腰拢袂酸，吼、哦，因为我较早腰不闪着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我隔一只吼腰拢袂酸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道理足简单，吼、哦，就是让你诶血液循环好，啊，血液循环也好，就糖好嘛，吼、哦，胆固醇咪减少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什么三高咪无啊，伊就是帮助你运动啦，足简单的道理，吼、哦。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吼，迄、那个温泉业者啦，浸温泉诶业者讲吼，吼、哦，是安怎日本人会长退休，因为伊就爱泡热水，啊，热水是安怎咧，吼、哦。癌细胞啦，吼、哦，惊烧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让你烧，哦，你烧了癌细胞就袂集结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日本人是安长迄时，伊就爱浸烧水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这个温热器就是让你血液烧，啊烧伊就自然吼、哦，较袂癌细胞就死亡，吼、哦、啊，我甲大家报告真简单的道理，就是讲，你听过胃癌、肝癌，吼、哦、啊大肠癌，你捌听过心脏癌无？绝对唔捌，是安怎心脏会不长癌的？因为心脏吼、哦，就是咧拍血，伊不管是拢接收，所以癌细胞无法当伫心脏吼、哦、集结，啊伊就袂生癌。好、哦，所以讲这个温热器，这简单的道理，就是让你血液
循环好，让你的血液内底不管是拢烧啊烧，伊自然吼。咱是安怎奈人会中风，吼会心肌梗塞，拢是练开的嘛，吼。啊，你若烧的时阵吼，自然中风啦、三高啦、甚心肌梗塞啦，拢中啊，要得到机会真少。所以讲，这温热器等于是咧帮助你运动。你了，咱咧运动，咱咧走，咱咧啥，嘛是血液会走较紧嘛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血嘛会烧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浸烧水嘛同款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这个温热器足神奇，所以讲我陈伟祥直接甲大家推荐，就是讲我用过，就是足赞的，我吼、哦、才今日站出来吼、哦、做分享，好、哦，谢谢你，嘉义德温热器赞啦！太空科技让健康更专业。能量医学把健康带回家，嘉利德新一代智慧型多功能温热器是您及全家最贴心的健康好帮手。啊，我们现在要来介绍啊，嘉利德多功能温热器的啊使用方法跟部位。那我现在呢来做一个示范。好，我们起先呢啊，我们做一个部位，就是我们的啊大椎跟我们的锁骨。啊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怎么用？就是把它挂起来，啊，然后呢，直接放进去。好，那一边呢，后面呢也放在大椎的地方，那这样就很方便。所以呢，不影响我们的工作。啊，外套穿起来，啊，然后随时都可以啊，这个带着健康带着走。啊，随时补充热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再来示范第二个方法。啊，那一样，我们这里面有三个已经串好了，我们直接把它披着，啊，一样放在我们的啊高峰的地方，啊，这样拿一个呢放在我们的咽喉下面，啊，这样健康就可以带着走。轻巧方便。好，来，我现在要示范的使用部位呢，啊，这个是最基本的，啊，丹田跟命门，啊，这个一定要长时间的做一个啊使用啊温热的一个使用的部位。那我们呢，第一个啊，我们就是把它绑在腰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移到我们的腹部，然后一边在我们的肚脐的正后方叫做命门，啊，这样就可以。再来呢，因为我们这个从肚脐到耻骨，这个都可以啊上下移动，啊，有时候放这里，有时候放下面一点，有时候可以分开一点也可以，有时候放在中间也可以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要示范的就是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风池。头部要怎么来做温热啊，来怎么使用，来，一样，我们这一条带子呢给它放进去了，我们就把它放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呢啊两边温热我们耳朵，啊，一个温热我们的风池，啊，好，来，我们再示范的就是手背怎么样的温热啊，这个我们就打个转个圈，啊，这个转个圈就可以了。我们呢就把它啊，这个放在上手背的地方，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温热。好，这样如果手的循环会比较好。好，来，我们这样呢，转个弯就可以了，啊，这边一样，这样就 OK 了，然后再来绑起来，就是这样绑起来，所以呢，可以放在哪一个位置，不管是手腕，不管是手背，不管是我们的脚，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要示范的是手腕的温热，啊，好，来，我们就把它放上去，就内关外关就可以直接做温热。OK， 就是很简单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手腕不舒服，可以这样的温热。
好，来，我现在要示范的呢，啊，这个是啊快速补充热能的方式，啊，那要用到五颗，四颗到五颗哈。那我现在呢来做一个示范，我们把它串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啊放在我们要放的地方，然后在这边，我们这边要把它打个结，在这边量位置量好的时候呢，要打个结，打好了以后呢，我们绑在后面。后面绑着以后，好，我们呢就这边，因为这边有个结了，所以我们这边把它转个圈就固定了，这边再转个圈就固定了，衣服穿起来它就不会跑，好，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。那我们大椎这边也放了一颗，好，所以大椎一颗，然后我们锁骨前面一颗，腋下一颗，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这边所有的循环。来，我们现在自己一个人绑的时候呢，啊，有的手不方便绑到后面，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，来，先打个结，好，拉到前面，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挂上去，好，那我们两边呢？啊，就给它各两边都要转个圈，好，那这样自己就可以在我们的腋下啊跟我们的锁骨前面，那这样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把外套穿上去呢，有都看不出它的存在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啊示范啊膝盖啊怎么样的温热膝盖啊的方法。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先把它啊绕过来，然后打个结。好，那我们两边把它拉开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转一边。好，然后塞进去。好，另外一边。好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啊温热膝盖的地方，这样的方法是最简单，所以一天可以温热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示范啊脚踝的啊热敷的一个方式方法。好，我们把它内外各一颗绑起来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示范的是干泡脚，啊，干泡脚不用水，我们直接放在地上，啊，用一个东西垫着，我们放在地上，直接脚踩上去，温热我们的涌泉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个就跟泡脚的功能一样。来，我们现在示范的就是我们温热我们的手掌，啊，尤其在睡觉的时候，握着以后，然后呢，睡着了会掉了，所以我们这个示范呢，就是让你可以整个晚上都不会掉。好，来，我们呢把它打个结。好，手伸进去。好，转个圈。哎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怎么样都不会掉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啊要示范的是往后挂啊，往后挂，就这样。好，来。往后挂呢，我们一个在咽喉的下面，啊，两个呢在我们的膏肓的地方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啊，挂了以后，我们在啊腰部的时候也要同时挂。好，我们前面也可以放一颗，后面放两颗，啊。那这样的方式就最简单，我们也可以往下啊。这样啊，随身带着走，没有负担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示范的是啊我们的双手的一个保健。来，我们开始斜斜的45度按摩我们每一只手指头。
然后呢，按摩完以后呢，我们往外推，整个脚手掌跟手指头往外推，好，内外推一推，好，我们的手背也可以推，手背，对，好，我们也可以做点穴按摩，啊，这个角度刚好是可以按摩我们的那个合谷穴，还有我们每一个穴道都可以用这个脚来按摩。好，我们呢温热器它是多功能，所以它也可以在脸部的应用。那我们呢往上推，啊，这个叫拉提一样，啊，还有我们可以往外，往上，啊，这样温热的推，对脸部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的方式。还有耳朵，温热耳朵，啊，对，就是把耳朵把它捂起来，那这样有很特殊的感觉。啊，我们平常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放在口袋，这样呢可以温热我们的下半身，所以是一个很方便，随时带着走。嘉利德新一代智慧型多功能温热器有独家专利技术与国家认证，投保2000万产品责任险，更有四大安全保证：一、无电磁波顾虑；二、耐摔不易损坏；三、恒温装置42到47度；四、四层安全短路保护，充保自动断电装置。台湾设计，品质安全有保证。嘉利德新一代智慧型多功能温热器，投保2000万产品责任险及多重认证，为市面上真正安全的健康保温商品。嘉利德新一代智慧型多功能温热器配有充电插头、传输线、专用布条，操作容易，轻巧携带方便。专利型设计还附有手电筒装置，让您在运动或行走中更加安全，即可充当手机行动电源使用的贴心设计。嘉利德新一代智慧型多功能温热器是真正生活上健康的好帮手。太空科技让健康更专业，能量医学把健康带回家。嘉利德新一代智慧型多功能温热器是您及全家最贴心的健康好帮手。